总面积234.88平方千米。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丹霞福建泰宁部分。丹霞由中国学者冯景兰命名，指陆地红层在地质抬升以及风化、侵蚀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地貌。以壮观的红色悬崖以及一系列侵蚀地貌为特点。泰宁丹霞由金湖和上清溪南北两大片区组成，拥有最密集的网状谷底、最完好的谷仪平面、最发育的岩壁洞穴、最丰富的岩穴文化、最宏大的水上丹霞。整个泰宁县的话，都是为我们丹霞地貌中青年期丹霞地貌的一个特征。刚才我们一路过来可以发现1.5米以下的这种线谷，对吧？1.5米到15米的象谷，15米以上的峡谷。丹霞它是巨厚型的这个沉积岩啊，崇安组沉积岩，这个岩石啊通过水流的冲刷积压下来，而后的话地壳板块抬升，相比于花岗岩啊这样子的岩性的话要疏松得多，可塑性非常强，可能说一个洞啊、一个槽啊、岩槽啊，非常容易产生。中国丹霞的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生态学价值，具备了世界自然遗产所必备的突出普遍价值和完整性、原真性要求。胜过所有目前已有的各类世界遗产中以丹霞地貌为申报要素的遗产地，泰宁市一地是中国丹霞青年期、壮年期、老年期地貌演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中国丹霞项目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这是金湖，5万多亩的碧波，周边丹霞山峰耸立，沟壑纵横，构成了独有的水上丹霞美景。碧水丹山是泰宁的底色，是泰宁人宁静而又艳丽的家园。去了很多地方，我觉得我们泰宁的景色还有空气呀，都是非常好的。金湖在河畔，每当那个早晨的时候，那个雾气氤氲，特别的美。还有他们那捕鱼的那个船，让我感到了泰宁人民非常勤劳、自力更生。特别这个绿水青山，啊，山清水秀的，感觉就特别好，跑起来人也比较舒服。多样的地形、优美的环境、良好的空气。泰宁不仅是户外运动爱好者和游客展现自我、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也吸引专业运动员亮相，成为众多国际户外运动的举办地。范志敏是一名重要人，今天他要和伙伴们在适宜缓冲区采摘人工种植的铁皮石斛。这丹霞崖壁它是属于那种沉积的沙砾岩，看上去是石头，其实它一半的话是松软的，它里面有很多营养会稀释出来，所以适合铁皮石斛这种附生植物的生长。读完书之后出去外面工作了几年，回来还是发现泰宁的铁皮石斛是个比较好的东西。
我们村里刚好有采摘铁皮石斛的药农，现在慢慢自己繁育种苗，然后再种回到丹霞峭壁上去。家园不仅是享受自然、放松身心的地方，更是安身立命、有序发展的所在。丹山碧水的泰宁，馈赠给这里的人们最美好的资源，泰宁人也以实际行动守护它。这高度是已经到了多少？快将近300米，这边还可以啊，这基本上没怎么破坏。你觉得二今天吧？可以。每周，廖世景都会抽出时间和队员们在保护区内巡查。廖世景是遗产保护地的巡护队员。泰宁遗产地范围植被覆盖度高达78.3%，是典型的亚热带森林。高度的生物和生态多样性也引来了有害物种的威胁。第四代那个虫子会不会出现？我们已经看过了，经常看看啊。松材线虫是松树的毁灭性虫害，主要通过松墨天牛传播。在松墨天牛的繁殖期，廖世景和队员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挂设诱捕器，定期更换药剂，严防病虫害。保护区内像这样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他们负责森林防火、检测游客数量、旅游设施，确保遗产地的全方位安全。从小又生长在这个地方，从2009年毕业至今，一直在旅游馆会从事资源保护工作，共同保护泰宁的绿水青山和这方美丽的家园。碧水丹山是眼前的美景、自然的遗产、精神的慰藉，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我们的家园。守护家园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项义务。丹山不老，绿水无忧，才是仁泰嘉宁的和谐美景。